一心顶礼大梵天王。那大梵天王就是各位看过的叫四面佛啊，事实上名字叫四面神，他不是佛啊，他有四个脸。那在印度教是最高的神啊，叫大梵。所以他为什么四个脸呢？有一个讲法叫慈悲喜舍，四无量心圆满，他对众生有一个强烈的希望大家快乐的心态。所以大梵天王主大千世界啊，一大千世界就有一个上帝。所以同理梵众啊，梵天的色界天的天神都是他统领的。什么叫梵？梵就是没有欲望，没有吃的欲望，没有男女的欲望，你才能够升到梵天啊。所以那在佛教里面，上帝梵天永远护持佛陀，护持佛法，护持僧前。所以我们大家努力修行，那更要感谢梵天不断地在护持三宝。也因为有梵天劝请佛陀说法，那我们人间才有佛法。所以我们这样来感恩。